上班的，然后这是钓具。啊，现在应该拍不太出来。凌晨六点，来到这个一样水沟地方，就是之前钓友介绍的，再来钓钓看吧。这边不同点，看你的影片呢，见到本人啊！我回来好久了啊，放心放心，我也很怕我会影响其他人啊，所以我都。这个可以啊，那边啊，真的那本人呢？那边比较深啊，声音跟 YouTube 一模一样。快就可以上。
久久才会叫一次啊。你不是有一支影片，那个钓竿断掉，一堆大陆人在讨论你用什么竿，我说钓竿才断掉，是顶什么的顶将嘛？那我都很想说是顶将的钓竿才断掉。直接溜到岸边来就好了。加上标记的讲究，讲究很讲究。对啊，我都没什么讲究，我都直接一号线就直接干了，我都直接就直接1.5，然后直接就直接0.8。啊，他们可能直接都鲤鱼。好像这一次好像现在鲤鱼比较多哎。应该很屌。他们两个大哥在屌。被撤掉，要掉啊，在下面掉，好了。